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纬的这个光线大白鲸，在这个五金工件上面进行雕刻这个文字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首先确定好它的位置之后，我们点击雕刻，速度非常的快，大家一定要看清楚。已经完成，我们再来刻一下。已经雕刻完成，确定好位置之后呢，我们点击软件上的雕刻。速度非常的快，已经雕刻完成。